阿爸因为工作的关系，甲我甲姐姐对家己接到床做伙住。我永远会记得，在我五岁那一年，我的妈妈离家出走啊。那当阵，阿爸去上班，妈妈把我甲姐姐带回去家己，讲要予阮甲阿妈耍几工啊。我听了足欢喜的，因为阿妈是上疼我的人。吃晚餐了后，妈妈甲阮讲，我人无爽快，要去看医生，马上回来。我甲姐姐两个人就一直等，一直等。等到我睏醒，天光啊，才知影妈妈欺骗阮，未阁回来啊。所以阮对五岁嘞，直接六岁，阮就拢无看到妈妈。唔知影是安怎伊要走？无安全感，无妈妈的爱，感觉甲别人无共款。这是伊的艰苦吧？所以伊就拢会想足济。伊拢会甲阮讲较早爸妈妈的故事，但是阿公阿妈拢袂甲阮讲做这代志，啊无阮的目屎就流落来。阿妈惊我伤心艰苦，守伫身边照顾我，予我感受到温情，因为有阿妈疼我。我渐渐恢复以往的笑容。这落啦，擦鼻仔啦，啊，点面点好啊，点好啊，啊，迄落咧生生啊，面啊在，较大粒啊，囡仔较细粒。压力是唔敢互囡仔知影啦，因为惊伊迄细汉啦，嘛唔爱互知影伤侪啊，可能我阁安怎辛苦嘛，无紧啦，莫互囡仔讲。爸爸为着阮哦，啊，拢做啊，拢无休困，连到囡仔也白相，啊，所以我也讲过，唔免做恁一两趟，无我较爱做工就好。你若不做啦是安怎？你若讲究，干讲个出去就袂去哦，会让阮的痛苦会变较快乐啊。你是？日头赤爷爷，阿妈爱到田照顾蚊仔鸡，一天落来腰酸背痛，唔敢讲苦。暗时回来厝了后，阿妈搁爱帮我洗裤、洗碗、洗衫，嘛真少有时间休困。阿妈就亲像袂讲忝的机器人，前几阵啊。阿公得到口腔癌，阿嬤除了照顾我以外，佫爱照顾阿公。啊，毋过我从来毋捌听过伊讲一句忝。爸爸破病，我妈妈过了五冬啊，到今。然后拢会受伤，伊手嘛会受伤啊，腿拢会受伤，流汗流去，足辛苦的。阮家那做人做阿款的呢，迄个囡仔读册，当然伊会在时也要做工，迄衫裤都较宽宽伊个穿啊。啊，即嘛大汉，因会晓收啊，会晓咧，因就该去用啊啦。大英着洗头妆，啊，着白白啊，头妆着白啊金丝丝的啦，无讲安尼
凊彩好咧，就出来读册无迄啦。人个食饱，人两个姊妹食饱。会记得有一届阿嬷车祸，正脚受伤，下课时伊也是出现伫校门口，因为伊惊我走路转去厝的危险，硬着头皮咬牙来接我。人个。虽然阮无妈妈阿公比别人搁较快乐，伊阮家阮有阿妈、搁阿公、搁做者哥哥、姐姐、搁姑姑、阿哥、爸爸，咧陪阮写功课，搁陪阮耍，所以阮也足快乐的。反正买东西就是会都会想，一定都会想到他们两个。我觉得他们活在这里也是蛮幸福、蛮快乐的，这样就是给他们满满的爱，这样就除了母爱之外。节庆时，阿嬷乐于分享家己包的肉粽。红菇粿，安尼早唔少个海粽。伊讲好个物件爱甲搁较侪人分享，安尼大家拢会欢喜，家己嘛会总欢喜。就是第二个妈妈的角色，所以。才可以看到平凡中的伟大，他不会把这种困境来当作是一个阻力哈。我觉得阿嬷的这个开朗的这个个性，也会影响到这个孙女，造就了她在逆境中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。啊，小时候为什么想要玩这个呢？给他按下去就噗噗噗噗噗噗噗，所以伊的台语叫做噗啊噗噗噗。我们有讲说他的好朋友是谁？春象哈，在这边看一下可不可以找到春象啊？不要摸哦。老师，你看背几只？哎呦，我看背几只。哦，多只，多只。这个春象哎，让它提高发芽率，互利共生这个原理哈。我们做人也是一样哈。它会鼻声之后，上面会有一个归零的动作，才会有体重显示出来。有诶，学生受伤啊嘛，然后护士爱的胳膊底诶，然后我就去帮因膏药啊。我以后学做护士。换另外一边的后排牙齿。护士会当帮助搁较侪个人，然后互因知影病院会比因倒搁较幸福。就较侪人来陪伴因。我想要做警察，我最爱跑步的，所以做警察是真会当去抓人，抓迄贼啦，我就是土匪。我无感觉阮做细汉，感觉阮已经足大汉。只是未来的路搁足长，阿公阿嬷嘛是老啊嘛，爸爸嘛是足辛苦的，所以阮拢会替因想，都想要足紧着变成大人的，就是以后互我甲妹妹来打这个家。希望阿嬷莫搁做遮忝啊，心内负担莫搁遮济，然后阮以后会。认真打拼，帮厝内负担。感谢阿嬷教养我大汉。你是我学习上好的对象，阿嬷，多谢你。